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在里斯本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早上现在先去吃个早饭，喝点咖啡 ，of course， 然后下午再收拾准备去机场。This look very carefully.You can actually see. Bertrand Bookstore. 中午来吃卤肉饭，肉夹馍，又点了一个酱肘子，牛肉面。现在下午这个天气又是大太阳了，真是搞不懂里斯本这个天气。到啦！嘟嘟嘟。在里斯本喝了最后一杯咖啡。现在已经过了安检，坐在这儿休息，等上飞机。今天在那个中餐馆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卡刷不了，然后我就必须要用支付宝，然后我支付宝里也没钱，没有人民币，然后就和我妈打电话紧急求助。要钱，付了吃饭的那个费用。回家啦，阿姆斯特丹。这次的座位和曼谷都在一起，回荷兰了。哎呀，终于到荷兰了，坐到现在已经是凌晨了，我爸妈都醒了。我都还没到家呢，哼。回来的时候小小的想了一下我爸，明年希望可以。